想在今后呢多一点时间多陪陪你们，和你们多在一起多交流一下。感觉以前呢也有太多的忙碌，陪伴大儿子的时间少一点。但是呢我也告诉你一个问题，是啊，我还是挺爱你的，没有说你想的那种对小儿比较好对你不好，挺关心你的。其实我们给你们的爱都是平等的，只是因为小龙更小一点，他小，你应该作为哥哥的你本来就应该让着他，懂吗？我们给你们的爱都是平等的。不爱你不爱哥哥？对。那我们回云南了，你就留在上海，我们把哥哥带走。我不要。那你要不要和哥哥一起啊？要。那你爱他吗？想一下，有一点点不爱了的。有一点点不爱。对，然后有一点点爱。哦，有一点爱。对，有一点点不爱。就是爱恨交加的那种，对，就是他打你的时候，你就不爱。对。那你没打我的时候就爱。那很正常，对吧？对。王子，你爱弟弟吗？小丽。他说这些话都没有，他在学校，周末回来还给弟弟买东西。没有。你说他。他有不爱吗？你说，还给弟弟买东西。